The AFC's It's My Game campaign celebrates 3 years of honoring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of women in Asian football. More than 15 women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ntinent have shared their uplifting stories and a special passion for football as part of this campaign. These stories have reached millions of fans across the AFC's digital channels, but their footprint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sport have left a legacy which continues to inspire more women to chart their own journeys in football. Women's football is enjoying tremendous growth in Asia, and the AFC is proud to salute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all the women who have and continue to make an impact in the sport.我觉得做一个专业的人士和做一个行政管理人员，这个角色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在这种宏观层面的这些考量当中，是需要有更好的这种，综合协调的能力啊，包括这种思维的这种开拓性啊，包括对这个整体的一个把握，应该说，更琐碎，但更有挑战吧。从我内心来说，可能还是更希望。可能也是更舒服的一个角色，是在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特别想念在球场的日子。作为一个纯粹的、非常纯粹的足球运动员，我个人对这些所谓的冠军也好、个人的这些 title 也好，不是特别的，好像对我来说印象没那么深刻。但是呢，跟球员、跟队友在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奋斗，然后踢出一些漂亮的配合，然后最终能够射门，就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可贵的、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同时有一些伴随着比赛的一些非常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些细节和画面，也会给我带来一种就是温暖的回忆吧。你比如说烟火啊，这些在场的球迷的那些跟我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多年以后有很多人再会提及那个经历，大家共同有过的这样的一种岁月，这些都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比赛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所面对挑战跟我们那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可能在这个环境方面比我们那个年代的要更加的顺利一些、顺畅一些，包括物质方面的这些保障啊，包括这个整个你硬件设施、球场啊，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自身的那些条件都比原来要好很多。那么同时他们也会面临一些就是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怎么样在纷繁的社会当中去找寻自我的定位，然后自我成长，这种诱惑啊，要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多了。我觉得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是应该说是花了很大的努力。你包括像国际足联在世界杯的一些动作哈，那个每个队有随队的一些叫记录官一样的，叫 inside camera， 就是那种。叫怎么讲呢？叫内镜头的那种拍摄和表述，包括其他有一些，我看像韩国女足的一些，就是她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就队伍的这种传播啊，还是做的，就是说从短视频的角度也好，从那个队伍的这个全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来说，应该是花了就不少的心思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好的一种创新吧。还是那句话，我一直跟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团队也好，包括那个所有的这个女足的教练员，包括球员也好，就是要一定要做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团队。我们经常就是说迷失了自己，就是因为我们老跟别人比，但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自身能够，就是说自己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和定位的情况下，不断的跟自己去挑战，那么我相信未来10年，它肯定是有一个好的结果。